由2000年开始，连续21年嚟，电台 DJ 叶蕴仪 Vivian 一直主持在囚人士专属嘅电台点唱节目《万千宠爱》，喺大气电波中读出在囚人士嘅来信，为佢哋发声，细听囚友家属嘅慰问，向更新人士送上鼓励。而事实上，佢深受囚友感动，直头当佢哋系屋企人，仲曾经出书讲述在囚人士嘅故事。咁多年嚟，呢位更生天使喺传颂呢份大爱背后嘅心路历程到底系点？而家佢更投身殡仪行业，做殡葬策划兼礼仪师，连遗体化妆师都做埋。到底又系乜嘢原因驱使佢投身呢个咁偏门嘅行业？星期一晚9点，喜趣台娱乐大叔一齐嚟倾听 Vivian 嘅心声啦！